而本期一路上有你的主题是爱与自由，明星夫妻们被绑上了一条象征爱的红绳，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要被绑在一起，让看似自由行的旅途多了份有形的束缚。站！哎呦，走了。坐，再坐会儿，我这腿太累了。我俩绑紧点，不许呆了啊！上这儿来，我看这儿。你勒到我的手了。咱把它摘了行不行？咱能不能把它摘了？哦，要绑一辈子。偶尔可以任性一下吧。由于旅行中实在行动不便，沙溢多次企图解开红线，想要一个人单独行动。那咱说好了，你摘完之后把它解开。解开之后，我自己找个地儿休息，好不好？我喝点东西。你不是说我解开你也跟着我吗？我跟着，我不出这条街啊。我就坐这儿，这儿，我喝点东西，我休息休息。那也不代表着说我们不相爱了，这跟这没有关系，把它解开。然而胡可却一百个不愿意，委屈的泪水直在眼眶打转。在妻子眼泪的攻势下，好男人沙溢选择了妥协。因为这个绳子意味着我们的姻缘，意味着我们的爱情。行，我服了，行了，不剪了，你，你成功了，你牛，你就是有杀手锏，你知道，你绝对克我，我太吃亏了，我多了六个之后还没解开，你想解开吗？别掏了，别掏了，我不解开了，我服了，这一轮我彻底完败，我完败了。娱乐梦场编辑报道。